人呢遇到什么事情转个弯就好了。所以我经常讲，癌不是病，是你自己心理的问题，转个弯就好了。我会跟病人这么讲。不过我想，我只要我身体好，我会一直开下去，所以是会一路坚下去的。阿嬷的一句有到位是对她最大鼓励，也在那个时候下定决心一定要顾好品质，不能让阿嬷的味道糟心。我觉得每天的肉就做得刚刚好，要保持它的新鲜度啊。我觉得人就很奇怪，就是把人家头打爆，然后再说虫好可怕，或是蛇很可怕这样子。那我想说蛇应该觉得你比较可怕，我的头都爆了，然后你跟我说我很可怕这样。简单的换位思考很多人做不到，只因为另一个生命不是人类，难有同理心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7点，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。